你哋嘅同学仔嚟嘅喎，俾啲掌声佢啊！多谢。我系马珍，十九届嘅同学。因为我系2019年先知道我自己个脑系有问题嘅，因为佢同我讲开刀嗰阵时咧，其实我真系唔知噶，完全冇反应冇剩嘅。后期开咗刀之后啊，我其实我2019年至2020年咧。我是開了3次刀的，因為我實際我那時候開刀呢，我自己都簽不到名的，是我的兒子代我簽的。之後腦生了個瘤，我是腦生了個瘤，是突發性的，其實它都存在了有5年的了。我一直都冇發覺冇性嘅，佢完全唔痛啊嘛，咁我咪唔知咯，冇去做檢測咯。如果我一做檢測嘅，我知嘅，我都實醫噶，我唔使嚟到長生學呢度，靠佢哋幫我咯。所以我呢次上嚟台講嘢咧，我係好有希望嘅。我仲好有信心先。我做完手術之後咧，就即係嗰個反應都好差噶，個人好腫啦，同埋啲手指好腫啊！我嗰陣時係屈唔到手噶，同埋係我仲未諗到喎。幫咗我好大，我個希望都係擺曬喺度咯。手指骨如果而家屈到啊？係啊，屈到啦。我而家可以屈到噶啦。唔係，仲有改善咗我好多。包括我飲食方面咧，我係食多咗嘢咯，同埋我行動好方便。我以前要揸住支杖去行路噶，之後就後期唔使咯，所以嗰時有支。家長咧，係，我係靠調整幫我改善嘅，所以我即係好多嘢，我而家都未識講住，到我識講先啦。阿朱姐就同我講過，佢本來咧就即係等於行動又唔舒服啦，手又唔係好啦，腫啦，好多好多後遺症，譬如行路又唔係好好啦，食嘢又唔好好啦。但係經過調整啦，大家嚟又參與過嘅，咁樣咧冇曬啲症狀啦，所以佢淨係話俾我幾個字：行得、走得、食得。